多谢。五哥，有冇文职升一浪啊？啊，仲系咁 fit 啊？同你介绍，呢位我太太阿柔，呢位就成日同你睇嘅昌神龙五。五哥，四年冇见，你重咗十几磅啊！汤水好啊嘛，我老婆落错了，焗晒俾我。我谂第日个僆仔出世嗰阵呢，我一定变咗个大肥佬，系咪啊，老婆？如果你变咗大肥佬嘅话，我就唔要你噶啦。嗯，你系咪咁样对我啊？唔系啊，算你啦，五哥啊，你知唔知我匿埋喺法国四年学啲咩？学画画，粗粗地，见啲人噶。诶，个 B B 咧？你喺个肚入边啊嘛。第日等个僆仔出咗世，有个样照住嚟，白似好多嘅，系咪啊，老婆？嗯。五哥，嚟，出嚟俾啲好嘢你睇啊。Le thé, monsieur？ 啊，就系就系就系。啊，老婆啊，记得煲汤睇火啊。哦， quand vous n'êtes pas là, il abuse toujours de moi. 刀仔同星仔而家江湖上已经出人头地，我做佢师傅嘅，等佢哋高兴。赌魔陈金城放咗监，我知。佢同个台湾都叫仇少痴嘅埋咗堆，呢几个月不断揾我，我冇理佢啫。仇少痴心狠手辣，你要小心。冇他嘅，佢想逼我同佢赌铺啫。我收到风，佢到咗欧洲啦，要唔要？未必嚟揾我嘅，一定系。仇先生，赌神就住喺前面个牧场嗰度，马上就到。赌神就这副德行，系佢从来都唔影相嘅。我四年前喺赌船度同佢赌过一场，我谂佢个样，我呢一世都唔会忘记。Mr. Pill， 朱老先生的救助世界儿童慈善基金，一定要交给赌神吗 ？This is the last will of Mr. Chu. He thinks that Mr. Ko is the most proper person.我跟朱老先生合作了这么多年，他还是不相信我。16亿美金要交到别人的手上。Mr. Chu wants the world's best gambler to handle the fund。高俊的确系世界上最好嘅赌术高手。哼，我才是世界上最好的赌术高手。高俊根本不敢跟我较量。Mr. Chow。You're definitely the second best. Tang Gong.赌神要咗一个同佢以前女朋友一样样嘅女仔，够长情，睇落真系有几分相似噃。我谂你哋揾错地方啦，呢度根本就冇咩赌神。Mrs. Cole， 诶 ，Let me explain。高太，我哋今次嚟无非系带个好消息俾高俊。台湾有个朱老先生，靠开赌发达。后来做翻正行，死后留低一大笔遗产，成立一个16亿美元嘅救助世界儿童基金，想请高先生嚟主持。我讲过啦，呢度冇咩高先生，亦都冇赌神。赌神，赌神，我丑小痴就不相信他那么神，摆什么臭架子 ？Mr. Chow， shut up。他没有跟我赌过，就不可以成为第一高手。这个基金会应该我来主持。你哋要嘈嘅，请出去出边。
如果唔系，我就报警。你 hurt yourself, Mr. Chow。仇大哥，我系企喺你呢边嘅吓。高俊佢未同你赌过，根本就唔可以叫做赌神。基金会应该系由你主持嘅。And you? Sure, sure. Whatever you say, Mr. Chow. Just please don't shoot me, okay? 我要报警。Dégagez! Dégagez d'ici, sinon je tire! Foutez-moi le camp d'ici!叫医生，唔使啦，赶唔切噶啦。系边个做嘅？系陈金城带仇烧纸嚟，佢哋叫医生开刀攞我哋嘅仔出嚟。我一定帮你，同埋个仔报仇。你一定要应承我两件事。如果唔系，我会死唔硬币噶。你讲。第一，一年内你唔可以认自己系赌神。
我唔准你同任何人斗。点解？点解？你对住江湖四年咁辛苦，何必再踏翻只脚入去？呢个世界冇人会永远赢噶。如果你输咗，会输埋条命噶。仲有，一山还有一山高。俊，你应承我。有。有，高进先生，你没见过自己的儿子吧？他就在桌子上。让我自我介绍，我是台湾东湖帮的仇笑痴。我找你挑战有一年了，但是你从来不给我面子。到台湾来找我赌一场，为我的命下赌注，不然你会遗憾终生的。仲有一个噶啦。有，呢个世界上正常人冇可能赢到我，除咗北京做武士，系只有佢换过我嘅字牌。一年之后。我一定同你报仇。已经过咗十一个月，在这段时间，仇小姐仍然不断逼我同佢赌。可惜我答应过我太太，在一年内不同人赌，亦都不承认自己是赌神。于是我借住旅游，希望减轻心目中的仇恨。我去过丝路，我去过峨眉山，去过太湖，但我心入边的仇恨一啲都冇减到。仲有十五日就一年，到时我都不知道怎样做好。大胆，什么大事啊？阿爸，你讲偷协中啦？喂，你讲下道理好唔好啊？哎，讲走嘅，难怪你输给你面子，才跟你拍的嘛。兄弟，还是我哋要拍全家福，唔该你，哎，同我哋拍一拍啦。好啊，多谢啊。你等一阵啦。阿爸，阿东都只打电话来讲，小秋子的大人已经开始行动，你个帮我讲要做得好大。而且，佮抢走咱的台南兄弟一半地盘啦！干你娘！这个仇笑痴嘛，我早就料到这小子会背叛我。他抢到了16亿美元基金了，他妈的，他已经不把我的老大放在眼里了。咱刚挂断去。回去，这样做我就怕他了吗？你先回去台南哦，抢俺兄弟哦，他冲掉。我两边等。小心一点啊！
隔篱你要老子哎哎我们拍新疆舞啦，大家要笑笑看花艺哈，来来来，过来过来，那预备了，一二三，哎，兄弟兄弟，过来一齐影啊！哦，对唔住，我从来唔影相嘅，怪人。thank you thank you 啊，啊兄弟，你睇落嚟有啲似香港人哦，你个样够似台湾人啊。台湾人有用台的吗？老板，船准备好了。好，没问题吧？船上酒吧、卡拉 OK 什么都有吧？都有了。好，我今天认识一个好兄弟，非常开心啊！那你赶紧拿钱去给我买一点好吃的东西，买一些好酒，越贵越好哈！啊，你赶紧拿钱过去。哦、好、哎，快去快回啊！谢谢我要照顾兄弟啊。老兄，在这个地方钱财不可以露眼的。哦。冇咩关系啦，我带咁多兄弟嚟，而且我喺江湖行咁耐，都冇人敢喐我啩。有时咧小心啲好。好好啊，我过去攞翻个袋先。快啲快啲吓！呢个姓海嘅来头都好大喎，佢咪东湖帮嘅大佬啦。喂，上两个月喺呢度收你入门嗰个仇大哥，乜唔系东湖帮嘅咩？仇大哥一直对呢个老嘢都睇唔顺眼嘅，如果唔系惊江湖上讲闲话，一早就已经。怼冧佢啦！哇，佢只手臂又伤咗好多钻石咁啊！我睇佢身上起码有$100,000。咦？如果呢条船喺呢度发生意外嘅，咁仇大哥咪好开心？系喎。做咩成日望住我？失恋啊！你几岁啊？你知咩系失恋咩？我唔系一个普通嘅细路仔，我已经失恋过三次嘅啦。哦，俾人飞啊？佢哋嫌我年纪细，佢哋三个咧已经成廿岁嘅啦。嗯，你食得好肥腻下喎。我跳唔到啊，腳都攣埋啦！喂，兄弟你跳啦！誒，唔好客氣，我唔識跳。嚟啦，唔好怕醜嚟啦！啊，唉，唔跳你飲杯，好啊，飲杯。啊，講真嘅，以後去台南咧，你一定要我啊！我喺台南嘅東湖幫咧，東湖幫嘅海岸咧，冇人唔識噶。東湖幫？啊，你聽過咩？哦，冇啊！你冇搞錯啊！東湖幫你有冇聽過？唔識咧，兄弟，此时我们一见如故，周老道的也看得出来，你也是跑过江湖的人，是不是三心人别有怀抱啊？我猜对了吧？你个仔都醒过嚟，佢一早就睇得出嚟。啊，这是我最疼的小儿子，我看他呢也有点天才，我的位置啊实在是让给他的。我觉得比佢做正行好啲。我也想过，可是人是自私的嘛，对吧？我也想过。我希望比佢读多啲书啊。其实我大女儿也很能干，我想让个位置给他，可是我班会里面。有很多野心勃勃的人，我怕他们不服他。燕小雪，小大妈，
嘢全部攞走，然后放火烧只船，切期唔好留低证据。系。我一定带佢翻去。成日俾咁多钱你使嘅咩？唔关你事。你知唔知啲钱好辛苦搵翻嚟噶？我唔知。我应承过你老豆要送你翻台南噶。我自己会搞掂。你唔系咁憎我系嘛？鬼叫你唔够我爸爸。诶，各位同志，边个系你同志啊？带晒两个大细俾逃翻去。诶，我哋唔系匪徒嚟噶，我哋系受害人啊！我哋嘅船喺湖度俾人打劫啊！你讲咩都得噶啦，咁多钱仲唔系分赃？快先讲啊！带佢两个上去。啊！正走狗。走狗啊！你黐线噶，靓仔都打。你是不是人来的？我就是不是人，你就来打靶的了，走吧。我要打电话投诉你，这里是你家，说打就打，躲在那里。做什么？又虐待犯人？美国人说我们没有人权，就是你这些人造成的。扶他起身，你将等他坐。你做咩？未食饭啊？起身！我是香港人，我是警察。我个细路系咩人？台湾人。你哋系咩关系？我哋朋友。边个系你朋友啊？分明系鬼弟。收口！放咗佢！使唔使成日帮助香港人啊？啊，你个仆街啊！哎呀，做咩又闹阿宝啫？姐夫成日夹我噶啦，放咗佢啊！尿急啊！你企喺度。老公啊，饮尿饮得多会有膀胱癌噶。哎呀，嚟饮啖汤先啦吓。老公趁热饮啊！我同你揼骨吓。你肚饿？我不会跟 IQ 低的人说话的。你们为什么会一起的？我们船上唯一的生还者，他整家被人杀了。哇，整船人死剩你两个啊？你是成龙还是李连杰啊？那个贼头肯定是外面的船家。这里这么多船家，你说什么都可以了，先生。哈，他爸爸临死的时候托我一定要带他回台湾。睇落你个样似佢爸爸多啲，我肯定你两仔爷夹手夹脚怼冧晒佢哋，一定系咁噶啦，老公吃。哎呀，你咁我望住做咩？想打我啊？
衰婆咁都俾佢估到，我系绝对尊重人权嘅。如果你系冇杀到人，我绝对唔会屈你。但系如果你系凶手嘅话，手脚都会屈断你。如果唔啱听嘅，老婆都冇面俾。喂，系院长，系我，啲香港记者嚟咗，我即刻嚟你办公室，系，我好快翻嚟，人呢？帮我老婆查啲药油，跟手煮个面俾佢哋食，系，痛唔痛啊？痛唔痛都唔关你事，我谂紧点带你走。唔使谂我啦，你谂下你点走仲好啦。咦，喂，嗰两个咪游船嘅生还者？系啊系啊，出事啦！出事啦！记者嚟噶，发烧啊！出事啊！做咩你哋？唔准采访！香港记者嚟噶喎，香港记者嚟噶。喂，你冇咁变大镬！有冇事啊？死佬打我！家姐系我啊，你睇真啲啊，系我啊！扶佢入去偷下。你两个捉住仆街。系。打死仆街。喂，你唔好乱嚟喎。你个仆街嚟到我俾姐夫闹，我跌到你仔都冇得生。你哋会揸我，费事睬你 ，IQ 低。拎去俾军犬闻下，上边一定有疑凶嘅味道。大家听住，第一队向东，第二队向南，第三队向西，十里内逐户搜查。特别要留意嘅喺饭店同旅馆，个细路仔睇起上嚟非常之肚饿，佢哋一定会揾地方食嘢嘅。去。小姐，小姐，喂，听到啦，东龙噶，喂，你唔应我点知听唔听到啊？听到还听到，应你还应你，听到唔一定要应你嘅。你讲下道理好唔好啊？算数啦，唔讲道理系女人嘅特权，发烂仔系女人嘅专利啊！要咩啊？问你要乜嘢啊？听得到啊？我听到，听到未必要应你噶。喂，两碗面，有咩捻手嘢啊？面就系面，捻咩捻？咁两碗面啦。喂，佢一定系失恋嘅。叻噶你，人失恋你就知。哇，你咩摄青鬼咁噶？呢两碗面系我同我大佬约嘅，俾你约先啦。喂，我唔食葱噶。哇！葱唔入，啊，冇葱啦！啊，你啲咩态度啊？攞啲绅士风度出嚟好冇？咁早个更年期你，咪硬硬地噶啦。呢间啊？冇第间啊？
哎，呀，沉沉地瞓住先啦。唉，瞓翻觉好嘅先。哎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见大佬唔系咁样玩嘅喎，招瞓。带住一个细路，步行时速绝对冇可能超过十里。大家分头搜查，留意五十里内嘅民居同埋旅馆。喂喂喂喂，喂咩喂啊？我啊，我想打 IDD 啊。我帮你搏啊！喂，我未讲 number。喂，喂，轩轩啊，你想知道我肖伟卓吗？如果估中嘅话，我请你食饭，睇。系啊，先生，你应下我啦。你都冇乜三围啦嘛？是大拣羊啊！想拣啊？咁不如我哋讲下我十六岁初尝禁果嘅经过啊！我十六岁嗰阵，我你唔好再嗌啦，八婆！喂，啱唔啱听我都要俾钱嘅，1500蚊加一，即系1750。哇！你唔好走去抢，唉，唔算抢啦，计咗个八字俾你噶啦。我想打个电话去香港啊，搏两个钟都未通啊。咁打去广州。500蚊，哎，记住相先啦，你同我招。嚟，自己打。嗯。喂，揾边位啊？喂，我姓高噶，麻烦你通知卢五先生，叫佢帮我进行一年前同佢讲嗰单嘢。卢五先生系嘛？系。告诉他三天之后我去台南。是。好，麻烦。你去哪里？我丢了爸爸的架，我把他留给我的钱输了，我输剩100蚊而已。你 IQ 不是那么低啊？买了买了，买定了，买定就开了，买定了，买定离手，买定离手。睇下个麦度有几多口烟咧？你买咩啊？一支啫，开啦！一口都冇，通杀，通杀！超超喇叭，明明听到有声啊，点解乜都冇噶？冇错啦！喂，你自己戆居啫噃，人哋就咁摆只手指尾入去，系咁啷下，你啷下听唔听到啊？咁当真嘅，咁点得啊？嚟啊！再买，再买！鬼推到啊！走唔到啦！呢个老尾，你班咁嘅友都系头先个僆仔赌紧比较好。喂，你乜水啊你？我大佬同我讲，即系话你赢咗佢好多钱系嘛？边个你大佬啊？嗯，你大佬？哼，搞错啊，僆仔！我啱啱先赚紧你个赌品好喎，家阵你揾个乜魔术师嚟抛我啊？喂，你准唔准人上诉先？好，咁你赌啊，佢赌啊？对唔住，我唔赌钱嘅，佢赌。哦，小朋友，你想赌咩啊？有21点。好。咁唔该，你坐埋一边睇。好啊，你个赌棍，等我催眠你先得。喂，够钟埋位啦。诶，
玩有一点啊。整吉牌。小朋友，你呢100元已经输咗啦，我20点啊！边度会咁噶？吓？点解？你哋有冇睇到啊？喂，发鸡猛啊！赔钱啦！你因我唔赔啊！再买，我买200元，杀！啊，小朋友，呢铺你又输咗啦！我又20点啊！咩咁嘅？你有冇睇到啊？喂，你将手放喺头度，脚买唔买保险啊？你似天仙都变唔到我只牌啊！我21点啊！哇，我得17点。喂，我咩啊？我依嚟台10只仲关我事啊？搞错，我睇嗰只明明系烟嚟噶嘛？喂，你睇咩图啊？啊，我台面嗰只明明系烟嚟噶喎。我眼瞓都睇唔到。我请你翻嚟睇场，你眼瞓，呢铺你赔。赔咪赔咯。入嚟啊！哥哥仔埋位，包人噶。食咗烟啦，食烟。哇！你食错药啊？今朝黑黑面，而家成条蛇咁嘅。慢慢玩啊，赢多啲啊。好啊，玩咩好啊？好，呢铺同你赌大啲，赌晒所有钱佢。喂，呢嘢我揸唔到主意嘅，大佬点啊？我爸爸教落赌钱嗰阵，赢要谷，输要缩，买晒佢。喂，大佬啊！条靓仔浸气好似食住你咁啊！食你个仙人头，靓仔呢铺一人占一只，斗大，你占先。小朋友，你输咗啦，我四边啊！唔搞错啊，你哋，你出6000，你哋两个加埋出6000。你讲咩啊？铺牌啊，你嘅原赌服输啊嘛，各位兄弟，我啊等你走话输咗啲唔抵啦。咪嘈！未死过啊！想立直走，点啊，大佬？算啦，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我哋走。系，大佬。喂，你唔好走，你唔好我掟。哎，你哋大小不能上你尾主，快啲攞翻啲钱出嚟啊！哎呀，扭伸只手。哎呀。哦，原来你哋开黑店，打到车俾老爸就系你哋啦，话。你啲黐线嘅，我哋香港人嚟噶。香港人喺度做陀地？哎，你千祈唔好咁讲。我哋同香港警方有啲誤會，所以翻上嚟度下假咁解啫。咁即係著草啦！你阿炳做到千嘅？啊，你有眼光啊！長樂街神龍賭聖就係我啦。哦。咁丟假嘅名字，唔好攞出嚟講啊！大哥，我哋點啊？有咩關照啊？關照啊，唔敢講。你諗係咪應該揾條繩嚟綁住我咧？嚇！你講得啱，係嘅。係你死人頭！你攞翻錢嚟，揸住。你帮埋拎嘢，攞双手嚟。你叫咩名啊？妖，我妹叫小吉他，爱好叫美少女，而我就系省港澳所有靓女都死喺我手上面嘅。屯门色魔啊！我呸，系玉树临风、浪漫新灵感嘅真男人。
小喇叭就係我啦。點解咁噶？出古話。哎呀，還錯添啊，中咗冇啊？哎呀！你 IQ 太低啦。你兩兄妹都幾好嘢喎，咁都揾到食啊！睇住我妹啊，擺多都好堅下㗎，啲錢你攞去啊！特別報告：千島湖遊船劫殺案，疑兇正在潛逃中，特徵高大、略肥，現挟持一名小孩為人質，此人極度危險，有暴力傾向，如發現請馬上與公安部聯絡。特別報告完畢。字唔係就係我啦。放實我，我嚟問你，你識唔識台灣嘅東湖幫？哦，幫主陳慧敏啊嘛，係好熟噶，係生死之交嚟噶。海外人，咪轉咗人咩？哦，都見過面嘅，飲過。真係識啊？係咯，佢死咗。啊！佢死咗啊！好惨啊！究竟边个杀死佢噶？我都揾紧个凶手。呢位系我哋嘅少主。诶？少主，你唔好伤心啊！只可顺便啊。喂，你识唔识海边走私大王秃鹰？啊？秃鹰啊？啊！秃鹰啊，真系生死之交啦！呢个真系好熟噶，熟得好紧要啊！真系好熟。如果揾到嘅船俾我哋台南，每人有300万奖金。大家二仔女喺呢度唔系讲钱啊，不过去到台南咪真系有钱收先。人到钱到。喂，有冇咁着数啊？阿妹啊，咁好咁踎喺呢度一头半个月先赚1,000+啊！咁事不宜迟，我真系起程啦，好唔好啊？哇！犀利，不得啦！啊，少主啊，我哋即刻起程翻台南啦，我拖你啊！哇，好多公安啊！有冇第二出路？啊有，我以前走私嘅时候有条秘道嘅。系啊系啊，有冇食维维？你？系咪呢间旅馆啊？就系呢间旅馆啊！我见到入咗去噶。大家听住，包围呢间旅馆，一只乌蝇都唔准飞出嚟。全部器械投降出嚟，如果唔系，就格杀勿论。过嚟就喺呢度啊！你攞锁，我将引开佢哋啊！开枪！鎖匙斷咗啊！快啲揾人叫啦！老公，里面发生大爆炸，啲人已经死晒啦！白痴嘅，你点知啲疑犯死晒啊？大家听住，分50人搜杀现场，其他人分5区作地毡式搜查。系。
香港仔，我知道你未死嘅，我一定要捉到你。喂，都转晒装啦，就唔使鬼鬼祟祟啦。妹，你叫咁大声做咩啫？你做咩？做咩？哇，乜咁大暴躁气啊？边个冇鸡摆喺度噶？吓，咪你咯。你话惊啲野狗走入隧道嘛？咁你唔想坦白嘅，行啦。你点啊？我走唔到，你走先，唔好理我啦。有人啊！喂，咁好似有声喎，过嚟睇下。边个？同志，我哋搜过，下边冇人啊。冇啦，喂，我哋讲俾你睇下。喂，老咗见工嗰三喺度顶住啫。你点啊？阿妹啊，你带魔术师同少主一只人等，我就同舅父引开佢哋。我咩你？快啲啦！扮武警，拎佢翻去慢慢审。点解唔入得啊？我哋系中央国安部嘅人，千岛湖事件中央非常重视，所以派张先生嚟追查。张生？边个张生？张宝成先生。从而家开始，你直接受我哋指挥。张宝成？张先生有令人讲真话嘅能力，中央需要嘅系真相。哼！咩特异功能？我从来都唔信嘅。嘴巴放干净点，你告诉我，带小孩的人到哪里去了？佢哋走得么？走前半步都好似舅父咁俾人拉埋啊！哎呀！等车上啦，不如喺度歇阵啊！喂！我睇下门珠嚟啊！哦，痛唔痛啊？唔痛啊！有冇止痛药啊？止有啊！攞嚟啊！诶，点解喺度幅相噶？你知系咩相咩？唔知，不过几得意啫嘛，净系影背脊嘅。诶，我攞啲止痛药噶。我嘥好多钱买噶，系赌神嚟噶。哦，佢从来唔影相噶。呢张系佢唯一一张，你识佢？唔识。我叔咧喺只赌船上边亲眼见到佢同赌魔决战呢单嘢啊，佢同我讲咗好多次噶啦，我真系好想见下佢真人啊。或者你见到佢真人会失望喎？唔会，我叔话佢好有吸引力啊。吸引力？系啊。嗱，唔准同我哥讲噶，我反面噶。得啦，喂，散啦散啦散，好大队人追紧你啊！啊，你个后枕都几似赌神噶噃？烂赌鬼都有 fans， 只系吹胀。喂，唔准侮辱我偶像啊！对唔住啊，姐，行边边啊？呢边啊！哦，拧翻转头啊！用个后枕对住我啊！系嘅啫。喂，借个背脊嚟挨下。你揸注意啊。嗯。Thank you.
咪啦，哎，好彩撐啲走散添。阿魔術師啊，哇，走緊爛喎，個樣咁冧嘅，妹。咩啊？喂，越追越近啊！我知啊，入村先講啊。嚇？哦，嚟。翻轉頭啊！翻轉頭啊！咩啊？我跌咗幅相啊！唉。乜咁煩噶？而家唔翻得轉頭噶，一翻轉就實行撞正噶。咁啦，我同佢攞，你喺碼頭等我。你而家當我咩人啊？當我貪生怕死啊？要翻轉頭一齊啊？諗落都應該分道揚镳嘅。你去執相，我先去揾秃鹰。我跟埋你哋去。喺邊處啊？喺嗰度啊！我引開佢哋。找乜眼唔見咗嘅？係啦，冇理由咁都走得甩人。好，個細路喺度啊！將佢，將佢，快啲！咩啊？咩事？哎呀，又唔得！走走走！喺前面啦！快啲追！哎呀！快走啊！走！你找條嘢拍拍，我怕你啊！你們走到去哪？我懂，我懂，我懂，我懂。喂喂喂，快點過，他們兩個在哪裡？我不知道，你不要再逼我了，拿我了。啊？啊，剪他，剪他，剪他。哈哈哈哈。啊！啊！你，摸下你啊！不要指著我，我最怕人用槍指著我頭的，知不知？阿妹，上车，快啲上车车，喂，坐低。尿坤啊，成日都冇遮住个嘴，见佢认得我嘛？嗱，你听住啊，你唔好认得我啊，认得都冇用啊，我香港人嚟噶，冇我资料噶，冇我车，我车啊，嗱，唔好追嚟啊，知唔知啊？通讯兵，系，报告总部，我哋失咗手，大队长俾人挟持做人质，请中央支援。报告长官。我哋已经捉到千岛湖其中一个疑犯，另外两个挟持咗大队长上咗一只渔船。张保重，我知道他们在船上，他们要去哪儿？哎，你不用说，我能知道他们要去哪儿。他们去台湾南部。你真的那么厉害？因为你在想，我就能知道。我告诉你，他们其中一个是赌神。赌神？就是带着小孩那个，他是赌神。嗯，我跟他在北京赌过一个牌局，我变走他一张牌，但是那局他不跟。我始终想好好的赢他一次。他这次去台湾，是不是要参加一个大赌局？有啊，话俾你听，我同秃鹰 friend 噶啦，讲你唔信。想当年吴以开希教佢去美国啊，都系多得我仗义帮忙，冇收佢钱咁送佢去啊，所以佢签翻个名喺度留念啦。不是啊，大学生手字咁曳，你做手写字就差不多噶啦。咁佢右手做咩啊？右手拿把刀怼住我咯。哦，唔怪得唔收你钱啦。唉，呢咪陈年往事无谓提啦。你秃鹰醒啦。嗱，佢之所以有呢个外号咧，就因为佢人冇乜头发，不过净系我提得嘅啫。你千祈唔好讲，如果唔就死得好惨。
喇叭。咁耐都唔叫醒我，去台灣啊？冇，帶幾個朋友過去叫雞跳舞啫。誒，呢位高生啊。哦，高生。喂，佢自出名嘅大力鷹爪功啊，同佢握親手嘅，呢幾年嘅係咩握嘅就收翻埋啦。如果過得痛嘅，可以大聲嗌嘅。冇事，冇事。你個朋友有翻兩度，我唔怕話俾你知。我鷹爪功最厲害嘅唔喺手度，係喺只腳度。你想唔想試下咧？我唔使啦。算你知己，如果唔係有排洗手。小燕好似有啲發燒啊！哇，佢真係好興喎。唔緊要，我船舱有藥，抱佢落去啦。哦，我抱佢落去食藥先。總之呢次就唔該曬你啦，唔使客氣，唔使。咁我哋人質嚟嘅，呢個唔係公安阿頭豪精忠，知唔知佢咯？突影豪精忠，咁大反應啊！今日皇天有眼，你終於落喺我突影手上啦！你想點？我拉你請報告。估唔到我喺敵方收集情報18年，我終於拉到敵方嘅高官，我成功啦！喂，你瞓醒未啫？你噏咩啊？我係國家機密特派情報員，我喺大陸卧底18年啦。你話我證件？真名達文西，國家甲級機密情報員編號173173173。哼，唔係咩啊？英文名是西文坦啊！我身在胡邦，心在漢啊！誒，唔好咁激動啊！個人交俾你啊！你個共匪，我要用鷹爪功！向你嚴刑逼供！哎啊！驚啊你！快啲拎開你只腳啊！你兩個跳落去，跳落去啊！你而家咪咁對我啊？想當年一條底褲兩個人著，家陣咁嘅天時，你叫我跳海？係。我的確好感激你借條底褲俾我著，所以我決定俾翻條底褲過你。嗱，唔好喐啊！我支信號槍打中你，你即刻變小豬。嚇嚇，啲油，哎！你哋咪喐，你喐親咧，我用鷹爪爪死佢。我淨係愛佢個啫。好多事唔得，佢虽然唔系我朋友，但喺道义上我唔可以将佢交俾你。好臭啊！唔好怕你啊！鹰爪功走！阿文西，哎呀，拉咗拉唔翻啦！又话生死之交，我又点？哎呀，个大队长咧？全部咪喐！喂，我冇出卖你，你恩将仇报。我只系想你哋跟我翻大陆澄清翻嗰件事。至于你哋绑架我，我唔再追究。
你哋睇，我哋嘅边防巡逻炮艇已经嚟啦！同志，过嚟，过嚟！起来，不愿做奴隶的人们。好像不久就打了炮艇，走到了最危险的时候。不是，台湾炮艇来的。对，是台湾炮艇来的。喂喂喂，台湾炮艇来的。台湾炮艇来的。为什么真的台湾炮艇呢？喂喂，不要再打，搞定炮艇先得。前面有人唱大陆歌。哎，不是大陆歌，是唱梅花。唱梅花。梅花。走吧。烂咗啊！点走去台湾啊？哎呀，唔怕，呢度好多渔船经过，一定去到台湾嘅。哇，你做人都算几乐观噃？呢度大海茫茫。哎，唔该晒，啊，唔该晒，唔该晒，啊，好啦，唔该啊。班漁民幾聽你話咁啊？我話俾佢哋聽，我專係偷運民分子出國噶嘛。嗰啲咩開禧啊、柴玲啊，咁全部都係我救出嚟噶。哦，啊，知道你咁好啦。梗係啦。你聽佢噏啦，佢剝咗隻錶俾人咋？開禧係嘛？柴玲係嘛？開禧啦，柴玲啦，點我？我都係為大家啫嘛。喂，同你好翻啦咩？你昨晚唱歌好難聽啊！你咪咁樣演我先仔，我演死你！我打電話俾姐姐，叫佢嚟接我，我陪你去啊，好啊！呢度邊度嚟噶？大隊長，你醒啦！我做軍服啦！你唔使擔心嚇，你對衫係我哋同你換嘅，做軍服就撇落海噶啦。嚇！至於呢度係邊度嚟咧？我可以話俾你聽，不過你要應承我，一定要冷靜啲嚇。你冷靜啲。呢度咧就台灣。喂，你冷靜啲啊嗱，你應承過我噶，捉住佢，唔好俾佢喐啊嗱。呀，咁就好啦，我一早就想嚟呢度噶啦，呢一鋪咧，我一定要玩餐勁嘅。你黐咗線啊，咁興奮，我哋冇入台證，我非法入境噶，見到賊都死硬噶。唔使驚，啲台灣警察見到我哋中國公安，肯定見風而逃啊！你爸咁啊，好话罪啊，一讲就到啦。你爸咁啊，衰口啊。咩啊？去边啊？见风而逃啊嘛。唔该，阿妈。喂喂喂，你躲不躲啊？好好。你有没有钱？有没有证件？对不起，我没带。钱有一张。哇，成嚿水喎！你何來台幣啊？係咯，我捉台灣嫖客嗰陣沒收嘅，人嚇人嚇死人咧！又話台灣警察見到佢見風如逃嘅，亂噏啦佢！我說啊，你們躲不躲啊？躲就快點！一倒立搶喎，一正肚餓倒。喂喂喂，街邊檔十倒九片啊！你媽我定啦，倒。李總，有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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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嗱有啊！哎，嚟啊嚟啊，有有啦有啦，系啦，有系咁啦系咁啦，有停啊，有啊，有有，嘿，死晒，俾钱啊！你嚿磁石边够我嚿大啊？点解你有咁大嚿碎石噶？我系船抽嚟嘅。你死曬或者你出錢，搶佢出去，你唔好走啊！嘛？你快出去！住手！發生什麼事？別打別打！我是本區派出所警官，那就好極了。警察，聽到沒有？叫他們住手！你曉得暗示誰嗎？
你谁呀、啊、你？俺是国防部高级情报人员，三门他年号是一七三一七三一七三，他是公布的我的，他潜伏在这里很久，收集你们每天轮班的资料。他告诉俺，你们每一天都偷懒一个小时，对吗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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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们小老师俺没时间，你们看着点，我等下回来。是。哎，多少警的份？来了，满枪行啊！全拿去好了，起来，起来，长官都抢了我的。妈的，那么多话，做卧底。哇，你次发达啦，食两个礼拜食唔晒啊！系咪真系咁好食啊？好啊，搞掂。喂，试下，好味噶。喂，你家姐系咪真系好正啫？唔好呃我啦。梗系正啦。系真唔系啊？姐姐。等埋我啊！喂喂，个靓仔话佢家姐好正喎，信唔信得过咧？靓仔讲嘢你信？信得过。少爷回来啦！小雨，唔好上车啊！上车，忍住啊！姐姐。何小姐，发生咩事啊？系仇小芝嘅人，佢偷听我讲电话，即刻赶到场。小姐，赌场。咁我哋唔系去救人咩？睇下先啊。仇小芝嘅地下赌场就喺戏院下边，行。资本主义的确系有值得学习嘅地方喎。咩事？你嚟做咩啊？仇小芝喺边？哇，系好劲喎！我哋上。海棠小姐，你咁搞只系踩仇大哥个场啫。将细路同女仔交出嚟。阿哥，我咁行做咩啊？今日几号？今日咪十二号啊？仲有两日。海棠，我真的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跟我作对。只要你跟了我，我们两个的地盘加在一起，整个中南部就在我们控制之下。放纵啊，细佬！我的赌场有个规矩。你跟我赌三场，能赢两场就听你的。好，出手。好，我们赌一把 Black Jack， 你坐庄。哼！十六点，要多只。我二十点。Black Jack， 输得心服口服啦。去尽嘅，无论如何喺后边支持你。低 B， 做咩？话你啊！话你啊！
仇少之，应该轮到你出马。好，我也想看看你学到你老爸几成功夫。第二场赌轮盘，你请吧。哇！哇！你个鼻点解会咁噶？冇嘢啊！我要七点。两一二三四五。一二三四五，你输了，被赔，被赔。赌场里只有胜与负，没什么卑鄙不卑鄙。第三场，我想跟你，喂，美俊，铺铺都你话事，轮都轮到我揸翻次飞啦啩？你说什么？你唔明啊？就你讲国语，铺铺都你话事，轮都轮到我揸翻次飞啦哇？知冇？冇乱嚟，因住冇命。我哋一胜一负，第三铺赌咩？追弹珠弹嚟弹去算咩赌术啫？呢铺赌翻啲最基本嘅嘢，一人前一只斗大啫。好啊！你先抽。喂，咩啊？呢条女输硬俾佢。点解？只葵扇烟喺佢衫袖度。喂喂！唔玩斗大啦，改玩斗细啦吓。也可以。喂，喂喂喂，你先抽。开吧。等阵，我同佢开。你咩啫？唔通一副牌入边有两只街天地？海棠，你身旁有这样的高手，恭喜恭喜。咁你仲放人？放了上面那两个人。面熟，我在法国看过一幅画，是不是你？你在法国见过蝙蝠画？你是不是赌神？你真的有眼光，没错。我的确是赌神，攞上嚟！我就是赌神的徒弟，陈赌仔啦！唔好啊，唔好啊！那赌神在哪里？国外观众，请拍手！赌神！哇！你真是赌神吗？到了这个田地，我看我都不应该隐瞒。没错，我就是赌神高进。我是你杀妻杀子的仇人，你看到我还可以那么冷静？咩赌神个老婆俾佢杀咗咩？我出嚟行走江湖，点都有三妻四妾。啲老婆多到我自己都数唔晒，你杀咗嗰个，咁啱咪自入自想飞嗰个，其实我应该多谢你。好，我真想跟你名正言顺赌一场，让各地赌场的代表心服口服，不要再说我独吞了基金。唔好讲咁多，三日之后我师傅同你去赌铺。到时你要齐啲姨妈姑姐、社会知名人士嚟睇下你点输咧。好，三天后半夜十二点，我在这儿恭候大驾。赌注最少一亿美金，
你急就翻去啦。居生，钱绝对唔系问题，行。唔好喺度赖啊！老五，如果边个喐亲，扯低佢。喂，点啊？翻去先讲啊！让他们走，监视他们一举一动。是，马上让阿坤从台北回来，看看他是不是真的赌神。是，走，来。几位就喺呢度休息几日，我有足够人手保护你哋。嗯，放心啦，有我赌神高进喺度，佢咪嚟几多死几多。其实我最担心嘅都系仇少谦，佢会嚟揾你，所以我提议你今晚都系唔好翻去，应该留喺呢度。而且要同我同房，等我可以同你倾下，仲可以尽心尽力咁嚟保护你。都好，顺便可以解释下我哋海家同仇家嘅实力同关系俾你听。咁就事不宜迟，我哋即刻上房倾个通宵。请，你几位随便啊，你翻去照顾少爷，小心啲。唔好吵我啊，师傅唔好去到咁真。啊，你放心啦。喂，你知唔知咁做会累死我大佬噶？你叫佢扮赌神？佢而家唔知几嗨，死都甘愿啊！几位已被忘情水，忘情水。喂，我哋系攞钱噶，攞到钱就走噶啦，扮咩赌神啫？你话系咪啦，大队长？叫我龙。唉，连你都黐埋，我大佬。你大佬而家系思春期，揾支枪指住佢都唔走啊！咁三日后点啊？真的叫他跟仇少痴赌啊？你未必叫叹两三日咯，你咁怒气做咩啫？我大佬扮赌神啊，简直就系侮辱咗赌神，唔得，我要上去踢爆佢。喂，你唔好咁劈咗喎，你听我讲一次好唔好啊？我份人系咁噶啦，要我听你话，除非你系赌神。好。做乜嘢你？放低我啊！救命啊！放低我啊！哎呀！你再叽叽格格咧，我随父打你劈劈。你敢？我好惊啊！我咩唔敢啊？你唔好埋嚟啊！我嗌噶，你嗌破喉咙都冇人听到噶啦！走啊走啊走啊！嗱，你叫噶？等等，翻嚟啊！埋嚟啊！到底出去定埋嚟？你话实。埋嚟啊！拧住面。做咩啊？拧住面啊，坐喺床边。有时我真系怀疑你只系赌神，不过冇可能嘅。我由细到大，连安慰奖都未中过。唔会咁好彩噶！你爱过几多个女人啊？两个，不过两个都死咗。对唔住啊！唔紧要，跟亲个女人都冇收场。有时我觉得系我害咗佢哋。我相信你一定会揾到个更好嘅。嗯。我唔想再害多个。你真名叫咩？逍遥，我妈叫我瑶瑶啊。呢个名几好听，点解唔用？我妈话笔画唔好，唔礼事啊。做人唔好咁迷信。幸运系掌握自己嘅手度，过几日同你攞埋300万，你可以逍遥自在去边度得咯。你留喺度系有目的嘅。你都明珠顾问，但系我有时间慢慢解释你听啦，好吗？得，不过我有个条件嘅。咩啊？陪我跳着舞啊！跳舞？唔该啊。嗯。
自去偷欢，我借住你监管；独自去偷欢，我借住你监管。等得好闷啊，高生。冇相干，净系等你呢件乜头时装，唔系，净系等海棠小姐你讲解两大家族嘅渊源，都值得啦。嗯，不如饮杯酒啊。好啊，等我嚟啊。好啊。唔够力啊！唔系啊，高生啊，咩啊？咁难开，不如唔好饮咯。好啊，湿晒啦。唔紧要，我攞条毛巾俾你。唔该。你除衫除得几快喎？麻麻地。你赌神玉戒指咧，唔见你戴嘅。哦。我觉得佢啲色泽唔系几好，所以攞翻间原厂嗰度想换个只啫。嗯，食糖？细路仔就玩食糖计，我哋大人应该做翻大人嘢嘛。好衰噶你！你知唔知啊？其实我对呢个纹身嘅艺术都相当有研究嘅。乜你有纹身嘅咩？哦。有，我系纹喺一个你永远冇办法睇得到嘅神秘地方，只不过我愿意为你免费咁打开呢个情感嘅禁区嘅。系咪有条件噶？梗系有啦，你当然要俾我欣赏翻你纹嗰朵牡丹啦。又好，不过你要俾我睇先噶噃。好，各位观众。我爱大波脸，你花心啊你！喂喂喂，去边啊？去边啊？我冲干净凉，洗干净袋牡丹俾你欣赏啊嘛！我系冲，啲人冇啦，你啲男人得手啊，就唔记得人噶啦。我唔会噶。不如咁啊，我同你影张相留为纪念啦。好啊，我哋都应该影翻张烟人相啊。影噶啦喎！好，哎呀，哎呀，我打，哎呀，哎呀，搞咩咁大声啊？哎呀，你唔好以为我唔知你扮赌神啊！我系赌神啊！赌神玉戒指唔会离身，佢中意食朱古力，亦都唔会影相。咁都唔知道你喺度扮赌神，系人见到你一身打扮，咩老豆老母咩都唔记得啦吓。讲你叫咩名字？我叫小喇叭。真名啊！我姓萧啊，不过名字点都唔讲得俾你听噶啦。讲，我妹叫萧瑶瑶啊。唔系问你个妹，系问你啊。我叫萧可芳。喵！你唔系陈赌仔，佢唔系赌神，你哋系咩人？海小姐。我而家唔好话俾你听住，我既然受得你爸爸所托，将海远带翻嚟台湾，我已经唔系呢敌人。点解唔可以话我知？请你忍耐48小时，两日之后包你见到真正嘅赌神。真嘅？如果你唔信嘅，我而家已经去杀咗你。你要记住，我同你都有共同嘅敌人，就系仇小师。真正嘅赌神同埋龙五已经赶紧嚟呢度。好，我信你。呢啲咁危险嘅嘢，我帮你保管住先。佢头先冇砸亲你啊？慢啲要顶啊！你从台北回来就好了，我要你看看救海老大儿子回来的那个人，是不是赌神？哼，
化咗灰认得，佢发觉以为我死咗，仲抱住佢老婆条尸话，净系大陆嘅张宝成先至可以认到佢。我不太相信特异功能这种事情。大哥，喺大陆跟你嘅陶军嚟咗。陶军。大哥，你来了。我坐走私船来的，我带了一个朋友来见你。你杀了海大哥！大哥，我以为杀了他你会开心呢。要杀他的话，我随时随地都可以杀他。我就是不想背负上一个大老大的罪名。你分明是见财起心，我有你这种人在身边，分明是养虎为患。先别着急。是我要他带我来的，没有我，你赢不了赌神。你谁？张宝成。你们特异能人全都是大陆的国宝，怎么可能来台湾？哦，我要来，谁都挡不住我。我来的目的是要找赌神，我知道，他会来找你报仇。我们合作吧。不过赢了他之后，我要$50,000到南美洲去。我不要再回大陆。大哥，他真的好厉害啊。你凭什么要我相信你？可以帮你换掉他的底牌。我只想知道那个长头发的是不是赌神。喂，出边有个老坑话要见赌神。咩老坑啊？佢话叫陈金城噶。赌神，好耐冇见啦喂。可以俾一分钟时间倾下偈嘛？我老朋友见面都唔使咁兴奋嘅，嚟啊！喂，又系我。快啲走！你玩咩？而家呢间屋已经被仇小青嘅人包围住，佢叫我入嚟先，睇下呢个赌神系咪真嘅。佢喺外边用望远镜监视住我嘅。佢话如果呢个赌神系真嘅，就叫我即刻翻出去，佢哋就冲入嚟杀你哋。你咁好先话俾我听，你唔系佢嘅人咩？高俊。对你唔住，高准，你系赌神？一年前，我投靠咗仇少痴，以为可以借佢嘅势力嚟报仇，害死咗你老婆，仲帮仇少痴得到朱老先生个16亿基金，点知？佢呢个人系癫嘅，不断咁要我同佢赌钱，赌到我乜嘢都冇晒嘅时候，佢就要我同佢赌手赌脚。高俊，你睇下，高俊。今生今世都报不到仇，我
我求你，一定要赢咗佢，同我出翻啖气。哎呀哎呀，我应承你。个老鬼要匿喺个房度，我就乜都睇唔到。我喺佢件衫度装咗个偷听器，连你都唔知咧。讲咁多做咩啊？冲入屋怼冧晒佢哋啊！有冇小心啊？分清楚，再来过。好。快点抢，快点！
放低枪！喂，放低啦，抌低啦。仲有李爷，李爷，抌低枪，快啲！老臣，你爱我唔好嘅。抵死啦，阿妹啊，冇嘢啦。哎呀，咩打中咗啊？哎呀，弊啦，痛唔痛啊？嚟，搵啲嘢揞住先啦。哎，帮我叫车啊！早晨啊，帮我睇住我妹先啦，睇住我妹，我叫车啊。你真系好勇敢。赌神喺佢太太临死嘅时候应承过佢，一年之内唔准赌钱，亦唔准认系赌神。呢个诺言要听日先解。可惜我等唔到听日，可唔可以拧住面俾我睇多一次？小心被赌神见到。听说外面外围投注，赌你们营赌得很大。对，全部买赌神营。我开放所有六合彩投注站，给他们一赔一的赔率。哼，他们全疯了。看来你是非赢不可。如果你不能让我赢，你不会活着离开。不要太高估自己。不过为了打败赌神，我会帮你赢。大哥，佢赌齐啊！一定要赢，
黑白兩道嘅人都嚟齊，我介紹俾你識。這個女的，我喜歡。泰國金先生，新加坡林先生，係幸會。馬來西亞郭先生。海棠小姐，仇小千會唔會出老千啊？今日用嘅牌係用德國最新科技處理過，連 X 光機睇唔穿牌背，仲有八位德高望重嘅賭牌高手驗過牌，一定冇幾好。因為呢個賭場有 X 光機嘅設備，如果有封牌嘅時候，都會用 X 光機監察住銀盤入邊嘅牌，咁會保證冇換牌嘅情況嘅。咁嚴密啊！同時今日任何人都唔可以大槍，避免有暴力事件發生，連杯都用膠。大哥，这是什么？用象牙做的枪，可以避过金属探测器。今天香港、台湾、韩国、日本、美国黑白两道全部议定，不准带枪。仇小吃，你真是一个混蛋。我是一个给你5000万美金让你豪华过下半辈子的混蛋。待会儿你怎么换掉他的底牌？随便抽一张。怎样才算最重要？我点烟就是信号。5000万美元，如果你反悔的话，我不会让你好过。报仇啊！尖叫！唔去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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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够神啦！哇，乜赌神次次都冚牌噶？佢想用心理战，令对手锐气冇咁强。哦，我知啦，赌神知道对方啲气功强。又好似识咁喎，啊！赌神仲唔变超级杀雅人嘅？边度啊？切！大陆都有龙珠体噶嘛？这一副你还是不去吗？去。做咩唔去？
你知啫，我唔同你知。500万啊！好，我跟。这冤家派出隔离。2000万。好，我跟。唔好意思，大你少少，无谓俾你搏啦。9000万啊，长长久久。都俾你攞到，好彩唔系坐大碟。你想睇我底牌？得，1亿。出钱法一定吸水烟，你好嘢，休息一阵，冇事啊嘛，冇嘢，我带你啲钱输晒。我同海棠小姐一定帮你筹多1亿。好，我会赢翻。杜神，你这样大的名望，看来见面不如闻名。拜拜。几好，一个知嘅，一个懵嘅，几啱 key 啊！发牌，呢副牌咁多红心嘅，我话2、3、4，你又积累倾，做戏一样。高进，你还有多少？8000、2万左右。好。我要看你这副，苏黑，唔好去，去唔过。点解？佢最有利嘅系五仔底同埋烟仔底，咁就有机会同花顺。但系对方一样有机会同花顺，佢要系烟先至会赢。如果2、3、4、5、6都会输。哇，赌到2亿咁大，如果我有2亿啊，我翻屋企啦。
咁你翻屋企先啦。你都有二亿啊？我边有二亿啫？精虫啊！我跟你扫兴，道成今日失水准啦！哎，弊冤家牌，两个都可能禁地烟。你没钱了，开牌吧。咪住，五哥，麻烦你攞啲文件嚟。呢度系我所有嘅财产，包括纽约一栋商业中心，价值10亿美金，连巴黎、洛杉矶、东京嗰三间屋，同埋一批股票，估计总值15亿美金。我而家当10亿，我要同你赌身家。怎么知道那是不是真的？呢度有4位跨国会计师楼嘅会计师。10分钟之内就可以计算出市值，你怕吗？我怕谁呀？好，咁放牌。任何人唔准行近张台，更唔准喐台上嘅牌。是。我对你有信心，师傅啊，你赢咗一定要收我做徒弟。我赢咗先算啦，如果我输咗嘅，你拜佢为师。Are we agreed, gentlemen? All right, okay, sure. 高进嘅财产可以当实敌用，开放。我就带你10亿，我没这么多现金。你吞咗国际保护儿童基金嗰16亿美金，输咗你要攞翻出嚟。仲有，我要你只眼。高进，你就这么有把握？我们就赌大一点，16亿美金没问题。你我谁输就要挖掉一双眼珠。吓，有乜而赌神要转行做魔骨啊？我帮佢谂定后路啫。好。高进。和赢我，就是红心 A。
窦小姐。估唔到我高俊英明一世，今日啲铺牌嘅底牌嚟。我要你开头小姐添，估唔到呢红心 A 可以帮我挖你对眼，地祭瑶瑶同埋个太太在天之灵。你要换掉？你以为上边嘅张宝成换走我只牌咩？张宝成啊，他根本不是张宝成，他只不过是我一个好朋友，他是全中国最出名的魔术师，小平叔赢桥牌都是靠他的。哎呀，今天连我都呃埋，未轮到你。一年前在法国，我已经知道你未死。我在太太尸体面前说我最怕张宝成，你估不到我会在死人面前讲大话。我搭了鸡棚一年咁耐，你都抵输了吧？那第二把牌呢？第一铺我一样是吸手烟，我特登不去俾你赢啫。上边人系咁以做阿马骝戏，你又当真？点解呢只牌 X 光机度会喐啊？好简单啫，海小姐借咗一条头发俾我，我用只牌扎住条头发，轻轻咁戳下戳下，细路仔识玩啦。乜咁小气啊？你拿了基金的钱不去做善事，我不怪你，但你杀了我老婆，杀了我仔，我怎忍你这么咳惨啊？你怎样杀我老婆，我就怎样杀回你同他报仇。阿俊啊，咩事？咦，我以为你生出嚟冇眼泪嘅添，我真系几惊你输晒我啲钱。